知道是什么吗？想象它可以在亚马逊上卖$288吗？闭嘴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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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这是什么？你知道？相信这个奇怪的小东西在亚马逊上面卖$288.98。偷偷告诉你，它的成本价只要$2.1，虽然不是学家，但是呢听起来还不错，对吧？你知道这什么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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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知道这酷东西在亚马逊上只要卖$2.88吗？偷偷告诉你。它的成本价只要$15，虽然我不是数学家，但是那听起来很不错吧？对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对，我不知道啊，怎么了吗？我需要知道吗？我需要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可是这个东西在亚马逊上面可以卖$2.88。然后我不是昆虫学家，可是。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想象它可以在亚马逊上卖$288吗？你闭嘴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相信这很酷的大东西在亚马逊上面卖$288.98？偷偷告诉你，它的成本价为$12.29。虽然我不是运动家，但这回力镖看起来很不错，对吧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相信这个奇怪的小东西在亚马逊里面卖$5.98，而且卖出去了上千个单位吗？而且你可以在我这边买一个单位，只要$2.38。虽然我不是数学家，但那听起来还不错，对吧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相信这个奇怪的鸟东西在亚马逊里面卖$21.88，而且卖出去了上千个单位吗？而且你可以在我这边买一个单位，只要$9.28。虽然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这听起来好到不真实，这是诈骗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相信这个奇怪的酷东西在亚马逊里面卖？小姐，你请问你需要什么大小？那你要音节？好，收你快，这样就好了。好 ，OK。小姐，你请问你需要什么大小？好，那你要音节？好，那你还需要什么吗？公公，你在怀里几乎里娘娘。这女人是谁啊？不是贝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更不认识她，我不认识她啦。草的被草，小姐，别再烦我了，放手，跟你说放手，不要。一个人的三个字爱到底，分手吧，死渣男，不讲理耶。小姐，你看都是因为你，我女朋友生气了。我不管这件事情，你一定要负责，还有几次来。台湾达人秀推荐这部优质的创作者，你有发现其他争取造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。